好了，我们今天玩黎明三国，可是要玩不一样的，我们这就来玩幻想啊，会很随机的选择任何一个人当我的领主，来吧。啊，我们一样，干单点后，啊，不要这么大声，哇，真的都很那个，很随机。我是什么军啊？太史慈君，有还是有一些熟悉面孔吗？熟悉名字，我什么亚丹是什么东西啊？完全不懂。好吧，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啦。我有三个武将，通常一定要褒奖啦，我记得没错的话。哇，我有个军师哎，蛮快的。可是我不会就只有亚丹可以打吧？减四，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怪特了。当然我们可以马上去登用别人的将军啦。但是他选比较好的嘛，慢慢找吧。还好，这都是一些怪卡。有点烂了，都怪怪的啊！雷同哇，雷同要不要找？好吧，不要，不管，我们再试一次。算了。再看看还有谁？哦，没有成功，真的太可惜了啦。这两个都不用吧，他很烂，超放都给你了。哇，还有国家啊，幸运，乔茂他的开局很差哎，啊，真的各种怪啊。高干是谁？好吧，好像还好。曹睿，他偏一个大曹魏帝国的皇帝，全部落难到此。哦，还有一个太史慈在这里，是谁？公孙瓒啊，还好。我们找一下吧。哦，就在我们隔壁嘛。刘岱好像没很强，算了，能用就好。真是，
看来有蛮多人，现在有很多武将，大家就要好好累积一下实力，再出来，再出战。我成功了，哼哼。而且是增加一堆能力，慢慢训练吧。那现在起点就很好，但我这边就蛮差的。我不太想跟他结盟了，而且他现在应该很不爽我。25。蛮多人的嘛，5个哎，可惜我都无福享受。哦，想办法造反成功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现在没什么钱呢。怎么会这样？
我想不到成功嘞，逃贼的话通常都会失败。感觉前期就一直蹲了，哼哼。我想也是，应该把这个家伙打死。他说没什么训练，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了。我们应该是从右下角这边出来的。要过水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打到那边的守军再说。来，先消灭我们附近的敌人吧。但是开场就下雨，有点糟糕。射手不知道谁有火焰呢、啊？哦，袁绍、哦。果然在这边呢。就这，哎，我直接放在那个人面。是啊。其实控蛮重的，啊，真糟糕。啊、哦，他死了，哼哼哼，战死哦，好吧，不要走那好了。我们没人有水阵，只好慢慢走了。
其实也没多慢呢，我突然发现。是把你给打死。人有点少，就是有点糟糕。可恶。他应该不会克水阵的，就不要乱打了。直接干掉了，别给我抓了。哇，张飞轮椅上，还好。哦，他烧人。你觉得不会吗？被我烧了，还被我混乱了。咦，我好快哦，真的厉害。就击溃了。赢喽！我们占领了第一座城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就一座城。亚丹应该是某个外族的将领吧？为什么是长沙啊？哦，就变张绣，有点怪怪的感觉。
还真的广告了。哦，好，呵呵，好像跳过他了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们，哦，看来我们必须把它灭了，不然会很那个。嗯，哦，他跑去占领了。嗯，都要有水的嘛。啊，这不行，还能多难？来。哦，原来我们从这侧出来的。这边好了，哼哼哼，应该很简单呐。看来，嗯，应该会很快就赢了，哼哼哼。你跑走，不错哦。跑到城里面去哦，真是的。GG。
你还水震哦？就中一个。他死掉了，哼哼。哦，好了，我赢了。这是个快节奏的胜利啊。放了吧，反正你也没地方去了吧，哼哼。哦，他跟我们。他有一个等我们，哈哈。玩 QQ 哦，又抓到他一次哎，其实还可以哦。他撤退到江夏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掉他？就送他吧，李文章。董卓，我们偷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雅丹战役就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反正对，这只是前导预告嘛。好啦，我们就先玩到这，下次见。